小婷，今日无闲耍，啊，做产检的时间无，我嘛替你约好啊，我即马过去找你。嗯 ，see you later。这方思瑶，你来这店面久，到底是在创啥？是甲我挂出基金会了，食饱上瘾无代志做了。找小婷，不过伊搁要甲小婷讲我什么歹话啊？有代志无？我不要紧，你稳走。我无代志啊。哎，我唔要落来，紧，紧。拄只我看到顶面有人鬼鬼祟祟，等这回盆落来，也唔过我未好看到伊的面，人就走去啊。就是钟伟哲的病故病款，也唔够袂用让小婷知影。小婷，不要紧啦，既然咱无受伤吼，就好啊。行啦，我送你来病院做产检。嗯上爱啉的杏仁茶，互你啉。三点做完以后，等我回来。爱你的药。小婷好不好，请你体谅我这种妈妈的心情。恁两个卖个高高低啊！小婷这十几年来的感情路，走了真痛苦。你敢希望伊以后拢互人叽叽嘟嘟，互人乞笑咧过日子？你若真正爱伊，我拜托你，放过我的查某囝。阿姨，是嘞，我做袂到，我相信外人的踢球，这是暂时的。我拜托你，拜托你先转我甲小婷好不？方思瑶，你无顾你家己的名声就出多事，是安怎一定要把我的查某囝拖落？你敢知影？为着恁做伙的代志，我已经和卢桂芬威胁几落届啊！就是嘞，我真正无愿意造成你的困扰。我的压力是你无法度承受。我爱你马上离开小婷。小婷应该是成年人啊，伊有权利选择家己的幸福，够快乐。这不是你当替伊做决定的。方思瑶，
你也是做人妈妈，你哪会当这么自私？过去你让钟伟泽跟小婷伤害，我也是做大母，我会当了解你的心情。我不相信你真正原谅小婷，你心肝内一直讲咧怨恨，所以你要用这种方式来报复小婷，来伤害伊对无？我不。好不？就算讲你无得接受阮，也唔敢嘛，请你莫为难阮。方思瑶，马上离开我的走件，我不准你搁伤害伊。恁两个的关系根本无正常啊！妈，我真正想袂到，我竟然对你的嘴底听到无正常三个字。你真正无法度接受阮这款无正常的关系，那你是不是要重新考虑，敢有要继续认我做你的查某囝？方思瑶，我真无简单，才找到我的查某囝，让伊回来我的身躯，拢是因为你，让阮两个母仔囝。我感觉你无欢喜，妈，你妈那对思瑶讲话，害你歹声少啦，哎呀，你吓惊着伊。小婷，你到底是食着伊什么糊仔一定要替伊讲话，一定要跟伊做伙。小婷，小婷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小婷。妈，我看你情绪越来越激动，无你先回去啦哈，你先回去哈，你先。小婷，小婷，你紧回去，回来，我你听我，小婷，我紧回去啦，怎会痛死不要？思瑶，瑶，思瑶。方思瑶，你若够继续跟小婷勾勾搭，我绝对袂饶下你。一定会让你的下场真凄惨。表姐，我今嘛吼马上就甲房议长阿哥伊的小三两个人爱的宣言上传到网络，而且吼我咧想要下什么标题好呢？我知影，就叫做哈小三爱原配，生母大崩溃。你该安怎？而且哈，我搁要让钟伟哲迄个大公仔知影，伊哦做乌龟戴绿帽，而且是两顶绿帽，比外口红绿灯了还要绿。佩佩，你莫别乱来哦！我哪有别来？我是认真的，我今嘛马上就给伊扣上。不要，你别，就给我，就给我，你别安内，你别乱来，你别安内走，你别安内，你别我走，别别，放我，求你，你别安内，别别，我走，别别，我上我，不要你，你别走我你，哎，别别，啊，就给我，不要，不要走。啊，就跳了，
头就疼，我都疼。快叫我家监视门口进来！